哎，是迷你特工队的服了。你要去哪儿呀？等等我，你慢点呀。终于停下了。等等，福乐去哪儿了呀？等等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朋友们快看，这是我们今天捡到的新玩具，迷你特工队，超威能量的超威兽王机甲。哇！据说它还能变形，也能合体，快和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OK。天哪天哪，超威兽王机甲看起来也太酷了吧，旁边还有福乐的动物形态，看起来也太可爱了。现在是超威兽王机甲的战斗模式，我们来给它变成载具模式。迷你特工队，勇敢无畏，变形吧。 Let's go。 先将身后的小零件抬起来，身体分开，现在来变形它的上半身。头部向下按压，身后部件向下翻折，手臂旋转90度，向上抬起，再向下翻折，手臂向后翻，扣紧，车头合并，载具模式，雄狮战车变形完成。哇哦，车头的位置就是一个大大的狮子头，看起来好炫酷呀！呀吼！它的轮子滑起来还很顺畅嘛，哼哼。继续变形，先将腿部合并起来，腿上的小轮子向上翻折，扣紧，另一侧相同，扣紧，车头的牛角向前翻。怎么，蒙牛战车也变形完成啦。哇哦，它的牛角看起来好猛呀。它竟然有6个轮子耶，滑起来也非常的顺畅。这两个战车还有新玩法。哇哦，秒变拖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让它恢复战斗模式吧。Let's go。战斗模式变形完成，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吧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